LINE TV 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温真菱。我在节目中担任的是学艺长的角色，节目充满了很多欢笑、泪水，还有许许多多的温暖。每周五晚间八点，阿欧最强驻村小队就在 LINE TV 全台首播。想知道最新消息，就赶快追踪 LINE TV 的官方 Facebook 跟 Instagram。期待在 LINE TV 跟大家相见哦。